爸，这不是去冰场的方向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完了，到了。爸，你带我来这儿干嘛？看风景。 看什么风景？训练。啊，这是对你的训练计划。跑山。跑山。这一个月都是跑山，没有冰上训练。韩国人的几场胜利，把你的心理上彻底给打败了。 这个输字已经刻在你脑子里了吗？让你跑山，一来是补你的短板。你要想在后程的耐力还有中长距离碾压岩秀精，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短板。二来就是解决你的心理问题，通过跑山建立自信。可那也不能这一个月全跑山了吧？ 我这么久不上冰感会没的，郑教练刚教我了一招呢，都不会耽误的，你就听我的吧。爸爸在向美身上犯的错误，在你这儿不会再犯了。好，那爸，我听你的。 体能极限，还有体能分配。所以啊，在这之前，我把这山自己走了一遍，把山路呢分了几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划，为的就是给你调节你的体能分配节奏。只要在每个路段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你就算是完成任务了，达标。 这第二、三个区间段呀，算是合格了，啊！但是到第4段的时候，你慢了有1分04秒，最后这一段第5段，你慢了整整有1分12秒。行了，今天就练到这儿吧，明天再说啊。嗯，天还没黑呢，啊，再来。 看来跑山还是不累啊。看啥呢？我这几天住在这儿，总是会想起我们在青岛队训练时候的事。那时候我们的世界好像就冰场那么大，看不到外面，也没什么烦恼。 想他们了吧？
看看这些是谁。在吃饭呢，陈眠，你怎么样？我挺好的，我在这儿呢，放心吧。陈眠，你看，我现在可是专业的体育记者了。你可得好好滑，我得在北京冬奥上采访你的。乐意可以呀、啊，哎，绵绵，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想滑了，你就看看我。我现在在我们这儿的体育局上班，还首付了一套房子。我现在可想吃啥吃啥啊，别提多惬意了。啊，去啊，你这醉生梦死的，别影响咱未来的奥运冠军。我这叫激将法，你懂不懂呀？看到你们真好。我在国家队等你回来，别让我等太久。哦，我们也好想你。行了啊，都挺晚的了，赶紧都睡觉吧。我们也睡了啊。晚安。拜拜。我参加了综艺节目，今晚就要上线了，亲人们多多关注支持呀。广告大明星转型做综艺了，我们肯定。好，冲刺了啊！冲刺！怎么了今天？啊？除了第一区间段合格，剩下的都没达标。这二三区间段就已经慢了半分钟了，这四五区间段加起来有两分钟。怎么可能？怎么还不如前几天？你呀，就是太心急了，一开始跑得太快，到中间的时候体力消耗过大，最后冲刺的时候，你看，冲不起来了吧？再来！等会儿，再来你，休息一下，补补水。我要练，我着急。我已经按照你的计划，我练了两个礼拜了，我每天练，可是我为什么一点突破都没有啊？等两个礼拜。能有什么突破？别着急。我是不是真的天赋有限了？我是不是就只能到这儿了？我是不是注定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顶尖的运动员？闭嘴！说什么呢你？你这才点到哪儿啊？
你真的认为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吗？啊！我告诉你，你要不想练，直接跟我说，你直接跟我说。不是我自己要放弃我自己，而是我要是知道结果就是那样，我为什么要跟他受折磨呀？就算再有天赋的运动员，也得练。你怎么来了？你不告诉我你回来，我就不能来看你了啊！我就是回来调整一下，马上就回去了。哎呀，我们家勉勉可真是长大了，学会报喜不报忧了。可惜你爸不会骗人，我一个电话打到他那儿，他几句话就说漏嘴了。妈，嗯。跟你爸吵架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练好。我觉得你能。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排骨，早上做的还热着呢，吃了就有劲儿了。是好久没吃你做的排骨了。走吧，咱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慢慢吃。等吃完了，你跟我走，带你去个地儿。妈，你又带我回这儿干嘛？是不是慢点开？你以为你还没有完成任务，其实你早就完成了。丝带的位置变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这就跟绑沙袋是一个道理，只有当你把沙袋解下来的那一刻，你才明白自己的进步。他还没来及告诉你他的苦心，你就已经否定自己了。师傅，停车吧。你怎么来了？哎，我已经告诉他了啊。你怎么就耐不住性子呢？我这训练计划还没完成呢，他一知道这一泄了气，我还怎么练他？差不多行了。是。妹妹，这个爸爸啊，这么来回的练你，对不起啊。其实啊，金牌啊，在我们那个年代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国家很重要。不过你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现在啊，运动员只要超越自己，那才是最关键的。所以，我这些日子的这成绩，我全都记录在案了。你知道你最好的一次成绩是什么吗？比预计的时间要快了1分05秒。要没有你妈这横插一杠子，我还能让你更快。我就是他成长路上的绊脚石。行了行了，那既然你都知道了，就赶紧归队吧。你们那个李教练呀，快催死我了，我已经盯不住了。嗯，妈，对不起，谢谢你。说这话干啥？好了好了，归队之前，爸妈带你去吃一顿好的，啊。到了北京可吃不到那么新鲜的海鲜了。对对对。
下周会去一趟，把时间给我留好啊。哥们儿去给你倒脚膜，送你一双定制冰鞋，放心吧，不收你钱。你要是再滑不好，那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啊。好嘞，服从，谢谢你啊。陈敏。教练。测试结果出来了，不错啊，看来这次回青岛调整的效果非常不错。从数据来看，你的强度跟耐力进步非常大，而且冰上表现也不错。三个月之后，洲际杯首尔站，两年之前同一块场地，这次有信心吗？教练，我会好好准备的。来。在北京冬奥这个周期，这种大赛还是很关键的，所以说适应性训练从今天就要开始。严秀晶，严秀晶，向北，你怎么回来了？你的伤没事了吧？我的伤早好了，我想回来了，李教练也让我回来了。你的。这身衣服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跟向北商量好的。三个月之后洲际杯非常重要，不仅对你个人，也是对我们整个队。如果说再输给严秀晶的话，整个队的士气就很难扭转，这对于北京冬奥非常不利。你一直赢不了的严秀晶，当初就是模仿我的滑法。我虽然已经一年多没有滑了，我也知道我的伤已经让我回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模仿严秀晶为你护滑，我心甘情愿。这是我们教练组制定的计划，在决赛当中让向北给你护滑。可是你不用为我牺牲这么多。我不只是为了你，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没有赢过严秀晶，我如果带着这个遗憾就此退役，我也心有不甘。他们的个人实力虽然很强，但是他们太注重个人荣誉。我们的短道就跟我们的国家一样，之所以发展的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懂得集体的力量永远大于个人，你赢就是我赢。接下来这段时间我跟你并肩作战。就你们两个练，速度怎么也难练上来吧。师哥，你怎么来了？我训练任务完成了，过来看看你们，顺便给你当领滑带带速。怎么样？看他干嘛？还不谢谢师哥？谢谢师哥，谢谢你们。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我现在正在洲际精英联赛首尔站的比赛现场。今天将要进行的是女子1000米半决赛的比赛，中国选手陈冕及向北将在本组出战。这片赛场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充满了巨大的压力。2年前，他们就在这片场地上输给了实力强劲的韩国队。那么本场比赛他们能够顺利挺进小组前二吗？又能不能成功的拿到进入决赛的入场券？我们拭目以待。陈冕，这是我专门为你打造的。韩国人的几场胜利，把你的心理上彻底给打败了。这个输字是不是已经刻在你脑子里了？没事吧？没事。여자1000m 금결승에참가하는스포츠선수들등록하시기바랍니다2019년쇼트트랙대륙간엘리트리그한국서울1000m 준결승이곧열립니다샤멘과샹베在半决赛就碰见两个韩国选手，进入决赛不容易啊。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umber 19, Chen Mian.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umber 82, Xiang Bei.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umber 148, Kim Nam-ji. Fourth position,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umber 161, Cho Bo-joon. Fifth posi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number 123, Sophia Nista.Go to the star. Ready. 比赛开始，中国选手陈冕利用爆发力的优势站到了领滑的位置。好，我看到老将向北滑得非常聪明，他靠着自己的经验，从起跑开始就一路压着韩国选手崔宝洙的线路滑，这样为前面的陈冕选手也拉开了空档。没错，我们看到崔宝洙是一路被向北压着速度，显然是有点着急了，现在也不丝毫找不到机会，心态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不得不承认，韩国队的个人能力还是极其强劲的。在第五圈的时候，崔宝洙已经完成了对向北的反超。我们看到韩国队目前仍有这个集团的优势，陈冕一定要向北加油！我陈冕。比赛结束，我们看到韩国选手金文智获得了这个小组的第一名，与陈冕一同顺利进入到了决赛。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组半决赛中，韩国选手严秀晶以绝对的优势拿到了第一名，也进入到了决赛。我们现在拿到了决赛名单，我们看到另一位韩国选手崔宝洙获得了成绩最好小组的第三名，也同样顺利晋级到了决赛。那么在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名韩国选手，对于陈冕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在刚刚进入到的这个半决赛当中呢，向北来说是有一点点可惜的，但是呢，他在比赛当中也是很好的帮助了陈冕，抵抗了韩国队的集团优势。虽然自己未能进入决赛，但是同样值得我们的掌声。
决赛将在一小时后进行，让我们期待陈冕的表现。陈冕，我陪不了你到最后了。陈冕，恭喜你！我本以为你连决赛都进不了。你又想干什么？两年前我在这块场地上赢了你们，从此你们就再也没有赢过我了。中国有句古话，双拳难敌四手，我们三个人，你就一个人，你怎么赢啊？怕了吗？怕就对了。今天你也赢不了，我们三个人，你就一个人，你怎么赢啊？你怎么赢啊？怕了吗？怕就对了。我在这块场地上赢了你们，从此你们就再也没有赢过。中国有句古话，双拳难敌四手，我们三个人，你就一个人，你怎么赢啊？都怪我，是我没有把韩国人挡在后头。你别自责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要不是你缠住他们，说不定陈敏还进不了决赛呢。刚刚严秀清又用话来刺激他。Athletes participating in the 1,000 meter event are invited to check in at the car room. 教练，我准备好了。엘리트리그한국서울여자 1000m 결승이곧시작됩니다선수들준비하시기바랍니다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ntercontinental Elite League Seoul will soon begin. All contestants to your positions. 1번레인에는 The first position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umber 150, Im Soo Jin.Second position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umber 148, Kim Nam-ji. Third pos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umber 90, Chen Mian.
fourth position from the Republic of Korea, number 161, Cho Bo-ju. And the fifth position from Netherlands, number 135, Ronik Gedetti. Go to the star. Ready?好，比赛开始，我们看到陈冕凭借极强的爆发力抢到第一位，身后分别是严秀清、崔宝珠。荷兰选手古德利今天至此刻落在了最后一位，但他在外道正在准备超越。今天是持续发力，在第一圈还没结束的时候，急速冲出重围，竟然来到了第一位。荷兰选手古德利的速度也被带了起来，真是不可思议的速度。荷兰选手跟金南志一同完成了超越，金南志目前处在领滑的位置。没错，金南志从刚起跑就放开速度，现在已经是到达了领滑的位置。看来这是韩国队的兔子战术啊，考验陈冕的时候到了。我们看到陈冕以极快的速度超越了荷兰选手，看样子陈冕要在这片场地上跟韩国队一较高下。比赛来到了第四圈，处于第四位的韩国选手崔宝珠抓住了机会反超陈冕，陈冕目前落在了第三位。韩国领滑是不是没有体力了？不是，他们要进行下一轮战术了。我们看到陈冕现在的速度有所降低，严秀晶利用这个机会超过了陈冕。目前场上排名前三位的全部都是韩国选手，对于中国队来说，这样的局面不容乐观。左脚出去去，右脚出不去。你要想在后程耐力还有中长距离碾压严秀晶，不能有任何短板。我的这招可以在过弯时持续加速，不仅不被别人超，还可以反超别人。入弯时提前加速，入弯加两段，这只是这个动作的开始。比赛来到了第六圈，陈冕调整得非常快啊，接近弯道的时候陈冕就把自己的速度提了起来。哎，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动作，陈冕步频很快，陈冕超越成功。赶快现在加两道，好样的。陈冕刚刚完成超越就陷入了韩国军团的围堵啊。韩国队因为人数的优势可以轻易执行各式各样的战术，金南志掩护，严秀晶超越。严秀晶来到了领先的位置，比赛进行到了最后两圈，陈冕从内道超越。陈冕超过了金南志，但是面对目前处在领滑状态的严秀晶来说，他的体能跟耐力肯定要比陈冕好的太多了。看到比赛来到了最后一圈，陈冕一定要咬住。比赛进行到了现在的阶段，所有的运动员的体能耐力已经下降到了极点。陈冕冲上去，不要给韩国人任何机会。向空气1分30秒508，陈冕创造了自己个人的最好成绩，中国队是冠军。恭喜中国女队打破了两年来逢团必输的局面，恭喜陈冕以一敌三，超越了韩国队，超越了自己。
过我不会轻易认输的。冬奥赛场见，我们再来一决高下。北京欢迎你。국기를 개양하고 국가를 연주하겠습니다. 8年了，我终于来到了这个舞台。能走在这里，我要感谢你们。教练们，是你们的苛刻让我退掉了志气，是你们的鼓励给了我一次次战胜挫折的勇气。队友们，谢谢你们包容我的缺点，让我得以超越自己。我会永远记得那些闪闪发光的日子。最亲爱的妈妈，不管什么时候您都支持我，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儿。老陈，爸爸，谢谢你带给我短道梦，你让我懂得超越首先要经历，所有的经历我都不后悔。谢谢你们所有人，有你们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踏实。此刻我就要走向战场，我相信我能看到的你们也会看到，我能感受到的你们也将感受到。能聚在一起不容易，来，让我们举起杯子来。来，青岛队，来，加油！加油！也为黑龙江队加油。对，好。哎，黑龙江说错了，应该是为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中国短道队的运动员在家门口啊，能为所有的冰雪爱好者带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站在世界赛场上，怎么把中国健儿最好的一种精神面貌展现给全世界人民？正常去发挥，取得自己想取得的成绩。赛前训练呢，包括赛前比赛啊，一定注意安全，保证自己安全全的、健康的参赛。给自己的压力不要太大，全身尽力就好。祝我的师哥师姐们能够在冬奥会上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希望在自己家门口都能取得自己最满意的成绩，为自己的祖国争光，能真正的为国家多争得荣誉，能为这个项目更好的发展和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恭祝他们拿出最好的成绩，发挥最好，也没有压力。我觉得划入我们中国队的风格，就是好成绩已经不足以代表这个，我希望他们能拿更多的冠军，自己努力就好，放下包袱，再拼一次。那年轻五年十年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真的是特别羡慕他们这一届运动员，也希望他们可以真的是时时刻刻准备好，然后把握好这样的一个机遇。我希望中国队吧，在这个很难得的这一次在咱们国家开这个冬奥会嘛，希望取得他好成绩，为国争光，多拿几个冠军，那我就肯定高兴。就希望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的成绩，为国争光，继续加油。